没有在怕的哦。机枪、恩刀啊，机枪、机枪、机枪。我们这样才会团结嘛，对不对？强制你拿 MG 三，就有人拿白痴枪。对，不要有人拿白痴枪。啊你没有打？打什么啦？打什么？有啊，限制机枪啊。哦，我没有打。有啊，恩刀啊，限制机枪啊。啊，你没有说限房间？好了啦，好了啦。他要躲外面，给他躲啦！躲外面就是等死而已啊。白狼，你架起来啦！你这样震一下你就歪了，那震一下你就不见了，就飞走了。我没差，还是要躲躲这个平台啊？等一下啦，先房间啦。哦，你那个进度很快呢。五月花跟我躲。快快快！大房间，大房间。对，还没五六。没有啊，就僵尸经典，纯经典。外拍照，外拍照。僵尸。帮我拍照干嘛？哇，你有病！等小狗英雄。那把超烂，那把真的超烂。哎、欸，有人拿散弹啊，把他踢掉啊！哎、欸，分散弹嘞、欸，拿什么散弹啊？歪机枪哎，只能机枪嘞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卡门，一起。哎、欸。爆了、啊。这门好脆哦！把它定住，把它定住，把它定住。在外面呢，还有人走进来。哇，这两个人竟然都没事哦，好脆哦！只有僵尸复活、啊。不要喷这个白痴喷漆了、啊，挡视线。哦。哎呀，我超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这是谁？白痴，他那可以太高了吗？上面这个是在演是不是？蛋蛋，哪一团的啊？看一下，人类，那没有，超可悲，啊、人类团，演员团呢？为什么复活？为什么僵尸复活？他子弹不是拿来射僵尸，他是来射我。他有病啊！他真的有病。我开僵尸复活，不然僵尸会被虐烂。欸有他们就不敢进攻啊！三本带刀的，刀枪师，你再把三本踢掉。哎、欸，啊，机枪哎，啊，刀钢哎，刚故意的哎、欸，哇，哎、欸，增加我们游戏难度哎、欸。应该要打 N 动作。很久没有守过了，很久没有守下来了，不要这样哎、欸，不要。三本你刁钢哎你。你不要以为那把不是刀就可以刀哦。他在抓漏洞。结果，主武器没子弹了，往前丢、哦。正小枪哦，不要看，不要一直往里面看，往外面看门好不好？手点呢？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有人在刀啊，是不是？拿斧刀。等一下，我要把三本踢掉。他一直在挥那个，那你在打有四第二是不是啊？你走下来了，好扯哦。我们就很强啊，人类团就很团结。中国 MG 三，哎，中国人，我也要，中国人哦。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呢。对呀、啊，中国 MG 三拿起来，五星旗。哎呀，僵尸，抓起来，房间灭了哦。看我们这个中国 MG3 能不能守得住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安全房间安全哦，房间安全房间安全，我来了，房间安全的安全，敢拎你啊！里面的中国 MG3 怎么那么……哎、欸，安全的，是不是有瑕疵啊？中国 MG3 怪怪的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强化？应该是哦，强化有差吗？有啦，还是有一点差。有那个外观，炸去了！妈，拿什么圣诞 MG3 了？我们都拿中国 MG3， 妈，中国人不拿中国 MG3， 你在那边给我拿圣诞 MG3， 去，给他踢掉、哦，再拿一次踢掉。哎、欸，拉拉想要不要喝酒？酒吧？什么酒？什么酒？这就一罐，这不知道什么酒，糊掉了。你要看字啊？他没有写。哈哈哈哈哈！糊糊的，每一罐都糊的。哦，哎、欸，中国 MG3 拿起来特别顺。特别顺手，他那个掏枪姿势特别顺手。嘎仔嘎仔嘎仔，安全了安全了。
还在给我拿圣代 MG3，可悲啊！这群妈的台独。小光也拿圣代，给他踢掉。踢掉！哎，台湾 MG3，这不能出现在 B 站了，白痴哦！台湾，要有星星的才帅。对啊，哇，这个蓝红是怎样？丑死！对啊，多丑。拿那个台湾 MG3的会缺弹，没有弹吃啊。你看这些人，虽然是拿这个圣诞 MG3或是圣诞火神，但他们都是红色的，对不对？中国红，我们国家的代表色就是红色。地黄。你看这个赤玉魔龙也是红色。哦，这个嘞，哇，这个金色的星星，我是星星。哪一个？哦，好啦，代表星星啦，可以给过。那个蓝色的齁就不行。蓝色就是什么？就是台独，就是缺弹。啊，电也是对不对？一天到晚在停电，妈的垃圾，还是中国好，都不会停。哎，还是要守那个啦，守那个平台那个。那个奖杯前面那个平台要不要？感觉一堆人不会跳啊、欸！不会啊，这就一个旋转跳而已。奖杯好多奖杯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！哎、欸，有僵尸，哇！可以，哇！好像他们还没过来。可以，我们只要几个人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看还有没有人要过来，我们就贴最后面，贴后面就好了。有白痴前面。科技 PP 是在搞是不是啊？你看。哎、欸，不团结，台独是不是啊？怎样？拿什么台湾MG3？哎、欸，有人拿白色的啊，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故意的是不是啊？定好！我顾完旁边的贡瑞，嘿嘿嘿，下面太多僵尸，妖嘞，没子弹了。好，你先捋定，我记，我帮你定。他下去。可以了，换你。换我。不要掉蛋。靠腰，没事，下去。可以。贴好后面，僵尸上来就扁。不要乱动啊！哦，干嘛啦？他有病是不是啊？没了。这些歪锅的好奇怪。哎，完了。拜拜，我紧张。我马照，靠腰看，拢是僵尸啦！快跑啊！下面一整坨僵尸哎、欸！妖的，小光来找你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你了。好妖，这是僵尸台独。你把小光卖了。时间要到了，还是先把他踢掉？先踢一下。对啊，等一下赢了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给他赢了。没有，没人知道他到底躲哪里啊？躲毛毛、啊。哎、欸，僵尸啊！阿屁，定好。高人。哎，真的？好啊。靠腰嘞！完了！你在演呐、啊？啊！准备数喽。哎、欸，腰你超人。哇，好多人都有赛博格。代表什么？大家都很乖啊，有买机票。赛博格泳池集合哦，看着我。集合中啊，看着你，看着我。哎、欸。好，OK。啊，怎么又剩一个啦？还先踢掉。每次都在躲猫猫哎。对啊，妈的，僵尸经典在玩躲猫猫是怎样？要玩不会去创世者玩。僵尸经典就是干嘛的？就是跟僵尸对干。懂不懂？他歼灭者狂扫僵尸的头，啊、哦，他躲在那个门后面呢，是有人帮他顶啊，有人在帮他顶，抓他了，鸟超人，把你踢掉，那他自己的呢？不要，搞亲友团，重点他是人类团的，这都演员啊，你没看到刚刚在书柜上面那个，